Hello， 大家好，瑞晚です。好，这一次打算用我的抽抽乐账号啦，组了一队来打一下这个 Sailor Max 啦。哇，不知不觉啦，抽抽乐账号的强度啦，变到相当的夸张。知父子、红神双人、红神悟空、知双人，然后深蓝达六周年，然后去年的纳美悟空，全球纳美悟空。整个队伍老是单看队伍这样子啦，真的是相当的豪华、啊、然后好友这边彩星的父子连接是没满，但是威力应该是不错啦。OK， 那么我就打算讲用这样子的队伍啦来挑战一下 Sailor Max， 看看啦，看能打到什么地步啦。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。ちょっと待って，这个顺位好像不是太理想哦。纳美悟空在他登场也太慢了吧。就这个样子，可以啦。可以增加累积大被打的次数，然后我们的副职也可以用比较小的火力来叠光板，这边就是要慢慢的叠啦。虽然说队伍看上去非常的猛啦，可是我也不敢让他们开太凶，打太快，因为还是打慢一点比较好，慢慢的叠啊。因为队伍里面总共有四位角色是需要叠的，两张支付纸，红神悟空、红神北极大、红神双人，然后纳美悟空，这四位全部都是要叠的，叠好叠满。好呢，可以，行啊。有点后悔耶，有点后悔，算了。因为我自己的北极大副子叠不到，风神悟空他没办法二连必杀，早都把丢退妖物，真的是啊！为了减少那70%攻击，结果叠不到，好像打得更浪费。哦，自己的连击触法，有开路就是比较爽一点。对比起我日版的来说，感觉愉悦更多了。我看起来赛尔是死定了吧，因为最后红神悟空还有一个必杀。那么，那么下一轮的话就指望一下纳美悟空，然后可以多叠几下了。先攻的全体必杀哦，那盖哎呦 ，nice。好，这边的话就这么个样子就好了。顺位弄错了，算了，都这个样子的话就走下去吧，点错了就只能认了，相当让我烦躁哎，竟然出了这么大的错误。不过就算了，至少了好友的这一张美吉大附体是可以做到很好的叠光法，不影响嘛。可以，不要太猛就好，不要太猛就好。这边的全体攻击，现在是把它打到三号位了，这个纳美悟空吧。希望他可以顺利的多开几个必杀，至少是二连必杀，然后看能不能三连，甚至是四连必杀了。因为把防御力叠上来是很重要的啦。All right， 因为他够硬的话啦，在第三形态的赛里面会好打很多。想不到我组了这么豪华的队伍，然后打起来会让我自己这么痛苦。
又是开不到超必杀，哇哦！什么鬼哦，这样子？哇哦，冇敢用啊，想要死喂！我自己的这一张没开路的，完全没叠到哎。如果是换成好友的还没关系，我自己的这个是没开路的，又没叠到攻防，你要怎样去面对最后的 Shadowmax 啊？要秀啦 ！OK， 至少被动叠满了，至少被动叠满了。哎。好，哎，连击必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希望可以连到第三下。哎，又衰了。哦，我竟然回避掉，中确率回避，哎、欸，不错嘛。嗯，这一边来说的话，比较难选择哎、欸，都是有呢。想一下，嗯，要留谁比较好？我看留这个啦，留悟空会比较保险一点。干，吃错猪，吃错猪讲好。嗯，那反正都是要回血，吃到回血的话，会开到必杀技的话啦齁，这样就尽量吃同属主板，我看这集上来反而更好了。下一回合是第六回合嘛？哇，真的是够刺激的哦！啊，干，直接灭掉了！哇哇哇，至少是叠好叠满了，叠好叠满。好，哦吼，哦吼，这个状态，ちょっと待って，ちょっと待って，嗯，30万跟30万，然后这个样子，先变身先。これがスーパーサイヤ人ゴッドを超えたパワーだ。かかってこい、遊んでやる。OK， 27万、30万跟28万，呀，多少呢？嗯，给我思考一下。等一下，仙豆是肯定要开的。然后这一位肯定就是这个样子。剩下的话，要是这个白法还是这个白法，最后的 Shadowmax 到底打几下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可以 Action Break 掉一下。哎，这个是确定可以 Action Break 掉的。然后悟空如果是叠防的话。因为这一边是，我是说我比较想要让他这场去播一点，我看还是这样子播好了。然后红烛吃多一点，嗯，播一下回避力啊，才少两颗啊，来啊，一个噻，那就七万啊。希望可以 Action Break 掉那一个 Shadowmax 的必杀啦，普攻应该是扛得住，连击必杀 ，OK nice， 这样防御力就会比较高了。哇，哎、欸，老师说打到这么豪华的战队啦吼，哎、欸，感觉 我用这一个紫薯的北极的带队就没有什么好回忆哎，上次一抽到直播不是神当中，哎、欸，我直播的时候抽到的时候啦吼，就有直接拿他去打了嘛。可是打出来的成绩就是被干挂掉，打布罗利，然后这一次来打这个 Shadowmax 好像也要被打关掉去哎，这么豪华的队伍也要被干挂掉吗？要不对哦，
哇，竟然闪连必杀！哎，碎，这个输出很猛哦。哎哎哎哎 ，nice。那么这边最后就是看你们两位表演啊。防御力两下必杀之后，大概有40出万啦，到50万之间，应该是可以扛住普通。哎，再来，啊，也没有个普通。OK，Action Break。好，哎 ，Yes！ 我还要被打10万，好痛。不过这一边就硬啦，嗯，绝对的硬。嗯，这个样子，然后这么个样子，最后嘛就20出万，20多万的防御力。等一下啊，先都只剩下一粒了，这样子的话就不要浪费啦，应该是可以扛过去。一号跟二号都是很硬，48万、19万跟20万。OK， 一个者，哎，哎，好，哎，暂时顺利，接着有输出，加码爆能闪光，哦，碎，再来 ，OK， 碎。好，哎，轮到红神悟空。那77把的减伤，配上开了必杀之后的加防御力，想来是没有什么问题啦，绝对是硬邦邦的。OK， 最后就是重点关键时刻啦。智商人在这边也是很坑的一个存在啊。OK， 二连必杀，哎，至少防御力就有一个30出万啦。哇 ，safe， 过渡过去了喂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嗯，哎，这不才28万，这反而变少了。哎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这一张的防御力反而变到这么低去啊？难得，ちょっと待って。刚才还有30多万，怎么现在才28万？不对吧？被动都叠满了，又没有被降攻防，有被降到防吗？还是 Sailor-Max 的必杀会降防？我忘了呗。啊，算了，先来一个主动技先。赤石剣ほどの技を食らわせてやる。これが俺のすべてだ。啊！死没得的，好烂哦！你的全部，完全没有输出哎。OK， 没鸡蛋，给掉看一下哈。啊，42万，扛得起了，扛得起，没问题。然后这边仙豆还是要开补满血。嗯，最后悟空这一边的话，好，哎，这样子啦。OK， 暂时过渡。哎哎哎 ，Slash， 好吧，结痂。哦，碎。哇，等，来啦！这个关键就是这一击了。49万 ，OK， 剩下一个11万。EK， 没记到，これが俺の全てだ。Final Flash！ 哦吼，二连击，これが最安全の方向だ。オ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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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来，オラ！我竟然闪连必杀，好爽哦！トー！好，哎，接下来纳米悟空，哎。哇，这个配合这个美吉大森兰达的那个 BGM 好爽哦！过了，过度了。OK，
来到这个时刻，我们就用两发主动技来解决掉吧。首先，这一次的话，我看我们就让美吉达父子来 KO 好了。首先就是果技打，丢中，啊，嘿嘿。呀杀 ！OK， 这个火力嘛，碎碎碎。So step， 最后一击，いくぜ！俺は諦めない。絶対にこの通りだ、トランクス。俺の力よ、この世界の人間の盾になれ。みんなの願いをこの一撃に込める。サイヤ人、人間の底力は侮るなよ。くらえ、ギャリックホー！ヤルクホトランクス、やったな。はい。トランクス、やったな。哎，哇，打得有够惊险的。哎，老实说，队伍已经够豪华了吧？竟然还打得这么样子。哎，两颗仙豆，还花掉了两颗仙豆。哇哇哇哇哇！不过至少是通关啦，还算顺利。我说我用这一个支付子啊吼来带队的精力都不是很好，一直被干掉，尤其是每次死在最后关头。妈，这个是我国际版的账号啦，哎，抽抽乐，哎，都可以打到这样子，还不错，哎，就到一夜，哇，我都打得还蛮久的，15分钟，这样子的队伍还打15分钟，没办法啦，都是需要叠的。除非就一路碾过去不跌的话，可能需要气中年的超市双人也要有吧。就是大火力直接跟他硬干过去。嘛，就是这个样子啦，还算是顺利啦，最后打对方过去。OK，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じゃあまたね。